超厌世的脸。对啊，很厌世，超可爱的。对。你好，我这里是小鲜寿司店。好，我们今天要买米，要做寿司。我们先去超市买米，走。老板，给我一包米。好，谢谢。要做醋饭，对不对？要买醋哈。买一瓶醋，上等的米醋，好，新入账。心里面陪你这一千年，醒来后跟大家 say hello， say hello， hi， 哎，去哪去哪？哎，去哪里？出发。他最近长热疹，所以给他穿一个比较清凉的衣服。来出发喽！锁定。出发喽，走。刚刚小仙突然大哭，他可能以为要去保姆家了，然后一放到车上大哭啦，然后就跟他说没有，只是去检查而已，我们都在，然后就现在就好了。你看妈妈帮你带东山丫头哦，东山丫头，给你做饭去叫苍蝇锅，东山丫头啊。因为他现在大概坐十分钟，那个椅子应该也在那边十分钟。小仙为之疯狂的东山丫头。啊，多少应该要买点贴纸。没事的哦，这就没事了。哎，没事啦。对呀，没事啦。这长音波只是叮叮叮而已，不会痛，没事，什么都没事，很简单的。小 case， 叮叮的、啊、对你来说小 case， easy， 这里 easy 哈。哎呀，在看地方。对啊，这是医院，这是医院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哎，宝宝跟电话是比较厉害。要爸爸还是电话？还要电话。真假的？不要，没关系，没这样也没关系。哎呦。这样也可以啊、哦，那还是有点紧张。太可爱了，哦、对呀、啊。哦，好、哦。哦，看相机都超镇定了。哦。哦。怎么样？我看宝宝手机，耶。嗯，今晚好棒啊。他上次是没有关闭的。上次还没有。是什么时候？出生的时候。出生的时候。对。之前来照顾一次，算是照那个什么，照脑，那是照脑，真的是照脑部。刚刚我们在照心脏超音波的时候 ，Mira 哭得超大力的，然后刚刚也是在啜泣，所以我们就先抱着停在路边这样子，先让他冷静一下。然后照心脏超音波应该大概三四个月的时候就要照了，可是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医生没有看诊，你要先照心电图，然后再去照那个心脏超音波，那就是尽量就让宝宝先睡饱。他今天超整个超激动的，是不是很可爱？你看到自己看到傻眼是不是？看到傻眼哦。好呢，那我们差不多跟大家说拜拜啊，拜拜。好可爱，真的掉下来了。对呀，就结束了。Mira 好勇敢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哎呀。Here comes the moon.